帅。有模有样呗，还是会赢的。我现在的肌肉量拿名次不是问题，我的肌肉还有异位性皮肤炎，线条分离度是非常鲜明的，分离度非常的鲜明。作为馆长赞助的选手，拿这种名次不是问题。麻子别生气，只是做生意，靠这里能活几年？婊子要学会独立，欠了母鸡，好的基因。绝对不能过度自信啊，连我都觉得我不可能得名次哦，得名白痴哦，白骨。我们现在过磅了，要先去换内裤，是我的内裤，等等换完件。对，我真的不担心这一次比赛构不成任何压力，我的专业度就摆在这里。太多了，正面刮一刮就好。没有人说要先刮毛，干还有来自己刮毛，先刮毛比赛啊，是很荣幸的。我在帮老师，然后我的那个团员也不知道在那个自信什么。哇，我毛直接爆多哎，剃毛剃到流汗。我在那个电动刮胡刀，就是用电动刮胡刀，你靠背看不到讲。蛮好剃的，这一支刀可以买。其实我今天来比这个赛，我其实有点害羞哎。班长的赞助选手，你有层级 VIP 耶，是外面没有几个人有。我是 VIP 的，我是赞助的选手。秃毛上色也会比较好上。嗯。然后第三个是侧面胸大。对，一只脚要垫，踩好。我们专业的，我们是选手。对。哦，有模有样哎，还是会赢的。第五个阔背手下，这个动作比较偏向胯小了。你也是来帅，动作摆得不错哦。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作为一位专业的选手，馆长赞助会，我在做一个专业的交流，分享我们的技术。国手，今年国手。神奇的 VIP 出来比赛，看得出来，我觉得这不是个问题，我哪个量级我都没有问题。我们要去过磅，我是选手，我是馆长的会员，我叫我徒弟跟你说，我把毛刮掉了。超干净的，人家赛前备赛是前几天的狂练，就我们是前一天的刮毛。我要去会场找个让我可以修炼的空间，比赛做准备。睡啊！大家一起加油，我们一起为了健身努力，我们健身界只会越来越活跃。师傅要上色了吗？师傅要去做预备。好，谢师傅。呼！操，练得很好，发疯了。超多人看见我都不敢正面的过来，这骂我借，或者来给我劝，只想来蹭我钱。很冰，很像喷肌的，它加深了我刺青的线条，而不是我的肌肉线条。当健美选手，不要管你的身材好不好，看你够不够有胆，只要你想，你就是健美选手。很锐利，就不用管你的动作好不好看，气势够就是一切。没关系啊，最后，今天我们就是要帮我弟药王完成他20多年的梦想，爸的愿望终于可以完成了，帮他圆梦。做完这件事情之后，他就会心想事成，放在心中那块大石头了。看见我都不敢正面的过来，这骂我借，或者来给我劝，只想来蹭我钱。他们那些智障终于意识到，傻小子，这边的肌肉脸。好多人看见我都不敢正面的过来，这骂我借，或者来给我劝，只想来蹭我钱。喂，你也要做我好料哎，干！他们那些智障终于意识到了，我们到了不友。师傅的境界。不能展示太多。今天这场比赛，我
每个徒弟得失心不能太重，不能有输赢的心态。大家都很优秀，不要觉得自己比较优秀，可以有自信，但是不可以超过。好，师傅训话完毕。想要今天想要拿到什么？枪是下贱的人用的东西。我只希望今天照片拍起来是不要太难看就好。既然是这样，那敢拿第一名吗？不是一个问题，这不是个问题，不是个问题。他有很大的问题。跟他一样，照片不要太丑。然后感谢我的肚子不要被靠背。哦，我要去最有热身练习。人心一辈子没看过那么丑，说听听真心你也没有，会做的人都是为了握着我的手，拍着我在现实动，快点滚，这女人没听懂，那么贱必须不要害怕犯错，我的光环说被我干过，那些脏的被在心门叮咚，有没有听懂，脑子无法沟通，名字那么臭，像你心里是狗，冲动邂逅根本不去你的洞，心有点累，还拖我时间，消生命啊，不断的时候。第二个动作。今天的心得蛮有趣的，从来没有在台上比过。我们两个穿这样来这里，根本就像是要找游泳池。其实今天一整天下来是很热，然后都很好玩，还有很多精油的味道，就是健身圈的味道。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在健身的付出跟专业。差不多了 ，HR Boy and Lee G， 我们下次见 ，Peace。